早晨，大家好啊！咁啊，報翻個期指先啦，最緊要買1750點啊！咁啊，今日其實大市一開盤啦，啲 X 盤啦，咁啊，啊 cos 盤啊，都有23億藥業啊，就係、是。哦，即係大市成交係啊，嗰啲藥業係嘛？邊只啊？應該我估9988。9988。九係咪啊？哦，唔係啊，四頭即係大湯唔知啦咁。藥股我都想睇下。因為琴日咧，我見到咧係阿里咧同埋700咧加埋呢個內險咧就撐市嘅。係。但係咧喺呢一個嘅國即係 A 北水資金嚟講嘅話咧。先升藥業反而都有啦，2096啦，跟住比亞迪啦，騰訊就反而係昨日抽高出貨。嗯、另外藥明生物咧2269咧都有億幾咁啊走貨嘅，係、嗯、啦。中移動咯，同埋941咯，941其實昨日有5億多錢入咗嚟。嗯，係啊，你而家睇緊邊一隻啊？豐泉控股新噶，哦，嗯，應該係咪？嗨，大家早晨啊！哎，如果大家喺度嘅話，請大家多多幫我哋兩個 like 片先，咁樣。喺度有個比較大嘅 transaction， 有成8億。2285啊？係啊。2285。睇咩嚟先？嗯。你而家喺度做緊啲咩？邊個？你咯，係啊。我冇睇下佢啊啲圖啊，啊點樣行上嚟會有一個咁大時間。哦，今朝都有呢一單嘢，我以為你冇乜興趣，所以我冇 copy 到啊。哦，係啊，佢好似係有配股啊嘛。配股咯，係咪？係咯，係啊。我以為你冇興趣，所以我冇。我就係今日見到個 cost 盤咁大咧，就一定係 underweight 啊配售。中金咯，啊、先救後生，先救後生嘛，又係不少於6個啦。係啊，所以會唔會有得炒咧？依啲咁啊，所以就及一及咯。每股作價就37.5嘅，嗯，即係有 discount 俾佢嘅。有嘅 discount 咗11%，咁啊籌啱啱係咯，籌7億多啊嘛。我諗佢都係諗住繼續炒上去啊！依啲咁嘅股票，好嘛？係啊，2285，因為本身都好靜嘅只嘢，即係冇咩成交。即係相對嚟講叫冇乜人買，係冇乜人玩嘅股票啦。突然間做咗個placement 啊，咁啊先救後生配咗出嚟。咁依啲通常一炒高又睇下會唔會走緊啲啊，走多啲啊咁樣咯。咁有得炒嘅，我覺得。不過都200億市值啦，咁大家睇住啦。琴日。唔係，即係如果我要睇翻呢一隻咧，平日咧，其實嗰個成交額都呢一排啦大㗱咗嘅，5000多萬啊，1000多萬啊，2000多萬。以往嗰個走勢咧，其實都係得100多萬錢嘅啫，100多萬錢到，係啦。係啊，呢一隻嘢其實都唔想理佢業務做啲咩，我就係因為佢嘅業務咧，我今日見到就係 Ethernet 有呢個新聞嘅。跟住係有個鬼佬坐咗喺個剷草機上邊，跟住我見到呢張相係極度唔吸引。點解咧？鬼佬剷草機，我覺得好似同我冇乜關係咁，所以我就冇 download 呢個 news 嚟睇俾你啊。琴日我哋咩講到麗晶酒店嘅？係做咩啊？我 book 咗台食飯。哦，九位嘅。九位？係啊，九位唔係九個位，即係好耐冇去過。嗰、那個 steakhouse， 跟、哦、住你琴日提完之後，我即刻忍唔住，即刻就想去，係啊，好想去。係、哦、我提定小珍提？小珍提啊，小珍提啊，小珍，係咯，小珍、啊啊啊。我通常好少同你講嘢食，好少。你見我咁肥，都知我唔食嘢啦。冇明，係啊，飲水都肥，飲水都肥。咁啊，long time no see 啦，個 steakhouse 將我性感嘅聲音啊。提高一啲，其實因為今日星期四嘅咧，你知唔知道我哋應該係要亢奮啲噶？因為聽日就放假啦，做埋之後，聽日先亢奮你每一日都係咁，我每日喂朝頭早呢啲叫咩啊？你唔可以將你平時睇開股票嘅真性情擺出嚟噶嘛？平時就係咁樣，就係唔出聲嘅佢噶嘛？係啊，我真係唔出聲噶。你問下 Colin 啊，個個都知道我真係講嘢，講嘢係啊。
都不知道为什么多东西好辛苦好辛苦我自己觉得自己讲得太多不是我平时都不讲嘢啊是不是你个人记不记得昨天的选题是什么那个投票我們現在交個球給他一定要給他氣氛氣氛幾分鐘高招啊高招啊想一下那大家早晨先說一說回先啦即我拉回來我們這個話題拉回來拉回來是啦我昨天呢阿扎古咧就 WhatsApp， 唔係 WhatsApp， 我 sorry inbox 我就話，誒、欸、你又正啦，琴日過山車應該都靚唔靚你。嗯。咁啊，跟住其實琴日咧臨收市嘅時候咧，係懟翻曬落去嘅，即係兩百幾點一夜懟翻曬落去，仲、要係轉燈嘅。我想你冇睇咧，因為琴日太忙啦。咁啊，跟住咧轉完燈之後咧，好快咧就咬翻百幾點上去，即係癲咗啦！呢、這、一個嘅過山車程度。咁啊，琴日咧嗰個嘅美股嗰方面咧，道指啦，咁啊升二百幾點啦，納指都升1%。咁講緊啲乜嘢咧？其實要留意翻今晚咧九點半啊，香港時間九點半到啦，我冇記錯，就會公布呢一個 CPI 數據嘅，即係消費物價指數。咁、然之後其實咧你見到鮑威爾咧，近呢兩日咧都冇乜點樣出嚟，即係出咗嚟，但係冇乜點樣講啲好實質嘅嘢，或者暗示啲咩嘢。咁然之後市場就預期咧，其實嗰個嘅通脹咧會慢慢放緩嘅。咁、所以隔晚咧嗰、那個美股啦，呢一排咧其實都咬住喺，譬如我講道指，因為我留意得多啲嘅道指，咁啊33,400度咧喺呢啲咁嘅幅度度徘徊咯。係啦，咁但係都要小心啲，因為33,000去到34,000、35,000度咧，其實都有個阻幾大嘅壓力喺度，即係唔俾佢再夾上去。咁跟住另外就隔晚嗰啲嘅中概股咧，其實都升得唔錯啦。咁啊，藍籌股嗰邊嗰啲嘅 ADR 咧，譬如啲9988啊。網易啊、美團啊、騰訊啊嗰啲全部都高過港股差唔多1-3% 到嘅，網易就高4% 添。咁然後就金融指數就都唔使講啦，繼續都升啦，去到7,820點到。咁啊，網易嗰方面咧，我估唔知會唔會賴到，因為騰訊嗰方面都牽引到手遊股、都有得睇下咧。手遊股係啦。萬五嗰陣時講直上萬八，再上20,000，再上22,000，跟住咧，係啦，呢一個先係重點。重點係啦，因為我最近都係有啲身邊有啲人啦，做咗差唔多接近退休嘅年紀啊啦，咁樣咁啲強積金前排咪輸到阿媽都唔認得嘅，係咁然之後有啲後生仔咧就幫佢調一調個強積金嘅倉。系，系啦，咁嗰啲後生仔炒股都幾叻嘅，跟住就話，誒、我幫你將啲強積金嗰啲嘢咧，全部變曬做指數先啦，即係做啲指數，就唔好買啲咩個股或者基金乜嘢都唔好搞啦，搞指數，跟住去到新年之後咧，就先再搞翻其他嘢，即係就覺得係新年前咧都仲有一陣炒味嘅，係啦，即係炒上嘅味道啊，係啦，咁樣咯。撩曬牙啦嘛，係嘛？重點係跟住咧，係咯，跟住，因為而家你不嬲都係咁樣講22,000嘅，22,000之後會點樣咧？係，跟住22,500咯，跟住23,000。其實應該我唔知啊，會唔會有少少震盪？唔係你睇22,500係下一個位嘛？即係嗰個阻力位啊嘛，22,500。係啊，上年嗰個位啊，之前係咯。不過因為佢咁樣講咧，唔可以，因為 Gary 都炒期指啊嘛，所以其實200點啊、300點嗰啲對啲期指友嚟講都好和味，係啊，啱嘅，係啊，買得大嘅話其實，但係唔好再講買得大，你又想串我嚇？梗係唔係啊？黐線，我都唔係咁嘅人。嗱，仲有4分鐘就開價，然之後就到窄股時段嘅牛熊繽紛落啦，係啦，佢改已經有名，佢改。高人可唔可以整翻個牛熊繽紛落？係啊，整翻牛熊繽紛落嘅片頭。
然後一出咧就出片頭，牛熊奔奔落，跟住 set 文嚟噶呢一個，都 OK 喎，我覺得好正喎呢個。呢個其實澤古諗咗好耐噶啦，哇，好有深度啊！然之後佢係稱呼我為牛熊奔奔落嘅主持人，係啦，傻傻係啦，但係上次就買錯咗個20000对1嘅，係啊，係啦，係今日你未夠班未出嚟啊，預先同佢 say 個 hi 先啦。嗱 ，book mark 翻啊，阿 Gary 就話喺呢個位佢唔會再講嘢啊，驚得罪人，得罪邊個啊？驚得罪邊個？邊個啊？講清楚啊！邊個？唔知啊，佢得罪咩人啊？第一揾唔到佢先，又唔知你邊個？係咯，我成日都話佢應該係孫正義嚟嘅。唔係你應該得罪人啊？你知唔知啊？因為冇人抄到你啊，大佬，我哋唔可以講任何嘢啦。啊，所以邊個啊？得罪邊個啊？唔係 book mark 咗佢先。係咯，我幫你 cap 圖。係啦。所以講下冇所謂，得唔得一件事？哦，咁唔緊要噶，我講到佢上翻去下個位30000都得噶。唔係，咁其實都係啦，睇大位係22500啦，係22000都識睇啊，大佬，即係唔使講啊嘛，即係唔係啲咩台我哋。有咩人问啊？点解你个台越嚟越少人嘅？会唔会执噶？咁我都想知点解，但系系啊，笑我肚痛。我哋 looking for 咩？唔知啊，唔知啊。人生嘅意义系咩啊？唔知啊，真系冇。同你哋炒下股啦，一齐系啊，陪你炒股啊。系咁啊，而家20个 like 啦，陪都要陪得有价值嘅、啊。你哋唔科金唔紧要，俾个手指功都好啊。系啊，每分钟都系钱嚟嘅，好惨啊，都烧紧嘅。你讲起真系。斯朗夫一个级，一分钟就等于我哋一个月嘅。有冇一个月啊？一分钟几多钱啊？你1亿美金除啊嘛。佢好似有人计过嘅，佢好似呼个级一分钟都好似等于我半个几月嘅人工。哇！呼一个级好似要3000蚊咯，3-4000蚊啊嘛，一分钟。8亿港币。系嘛？系啊。差一年。计一计啊！计一计啊！有边个有计数机？YouTube 演算法唔系台，唔系台嘅问题，系唔系啊？真系台，真系台嘅问题。你真系，即系你真系好人啊！系啦，啊，所以点解我哋要整个片头啦？系啦，就是、因为你讲嘅牛熊。系啦，咁冇啊！而家个期货就回翻啲落嚟啦，129点啊，1610配股啊，系一啊 discount 1.7，系咪坏消息啊？其实近排唔系话要炒翻啲。肉類啊，相關概念嘅嘢咩？因為佢哋而家阿爺話要谷呢個嘅內需啊嘛，佢就算配完之後，今日都夾5%。其實我真係覺得中糧加街坊啦、啊，即係又唔好太投入。300-300咧？其实唔关事，即系呢啲咩？讲真，升得几多啊？嗱，点解你会觉得呢一个1610就唔好太投入好咧？嗱，首先佢而家咧嗰个市值咧95亿嘅，但系系冇市盈率噶，系啊，冇市盈率噶，唔好太投入啦。呢啲、啊、即系讲真，不嬲之前都系因为炒猪肉价格回升啫嘛。但系而家猪肉好似又系要劈喎，佢哋。喂，依個係我之前講過，我唔記得 Colin 記唔記得中國豬肉市場嘅係一個不斷巡迴，多人養豬嘅時候咧，豬價平咧，啲人就會輸都掟曬出街，有冇真係輸啊？殺豬，跟住去到冇人整嘅時候咧，啲豬肉價格回咧又一窩蜂養，所以死胡同嚟嘅，真係好難，好難，好難有啲咩變到出嚟咯，我覺得。哇！但係個問題係佢籌嘅錢都唔少嘅喎，係15亿几喎。點解要籌咁多錢啊，大佬？籌完之後點？咩要知道其實真係炒股票，有啲股票係。但係呢一隻算唔算炒股？因為佢炒味咧，係真係可能得2-3浸。哇！你由19年5毫子上到嚟而家升咗5倍，好少。但係啲豬肉價格有冇升咗5倍啊？2019年啊，梗冇可能啦！兩年你升5倍就死 Q 咗啦，全宇宙。哦，系嘅，系嘅。因為我以為你講2019年到而家，哦係喎，2019年喎，所以我記錯咗係1999几年啊！我以為你講1999几年。1900年啊！Sorry， 真係2019年到而家。係啊，炒到其實乜都冇。
講真的乜都冇，嗯嗯，咁炒上嚟，你仲想點啊？唔好玩啦。係啊，同埋都啱啊，小莊，我之前都有睇到呢單新聞都有講，所以嗰陣時即係佢講嗰樣嘢就係話好多牛奶倒曬落倒街倒出去，係係，因為太多牛奶冇人要。係啊，內地嘅飲食其實真係好平嘅。即係依份原材料啊！阿小莊講個牛奶一個 example 啦，你去到農作物啊嗰啲全部爛曬都冇人要。即係其實你講香港第一產業講佔 percentage 梗係細啦，零點幾個 percent 左右。但係如果你講內地，其實做好多地方係種得好勁。跟住咧，平咯就係。哦，冇冇嚇死我！以為我入咗有啲嘢，原來入唔到。平。而家咧嗰個嘅恆指已經開咗出嚟啦，咁就做緊升163點啦，做緊21,599嘅。咁琴日咧就抌春咗啦，因為喺呢一個臨收市嘅期間咧，佢急懟咗落去之後咧，其實我係沽咗我只牛仔冇錯過嘢嘅。但係如果以近排個勢頭都真係幾誇張啦。另外就睇翻牛熊仔嗰方面咧。大家都是偏向做熊的居多啊。是。今日那個的重貨區呢，雖然去到兩萬二啦，兩萬二，但是其實呢一路這樣殺回，即是由低位殺回上去的話呢，500都接近2000多張，挨近3000的。係啦，咁跟住最近嗰個嘅，我認為係重貨區啦，因為21,600得個40張就唔好睇啦。咁啊，去到21,700到21,900咧，其實嗰度都有1,300張嘅。但係相反地咧，嗰個嘅牛仔分布咧，重貨區咧去到20,700啦，即係我之前買嗰啲咁嘅位咧，咁啲人都會覺得安心坐啲咯。嗯，好似嗰個感覺就儲多少少牛先殺落去。係咁樣，最多新增就係21,000啦，21,800。咁然之後咧就轉頭搭阿阮，我又唔記得咗啊，月亭的問題就是9698。我講了牛熊繽紛落先啦。係。擲股時段牛熊繽紛落，今日如果要做一個即時操作短格，即係炒格仔，係。咁就21,900的熊仔咧，就麻煩 call 輪64940啊，發巴嘅，咁啊做緊5線3呢只就熊仔嚟嘅，咁啊相反地，因為今日都個開價係21,500幾啊嘛，咁睇下佢衝唔衝得上21,700，咁啊然之後即時睇位做下短炒啦，呢一個就供幹咧就40倍嘅咁樣，咁另外咧如果要坐牛仔咧都有隻新嘢嘅，但係就瑞銀嚟嘅6886800，咁就21,162收回嘅，比較近磅噶啦。咁然之後，槓桿咧就48倍，做緊4.5線。但如果我自己要坐啊，或者要玩嘅話咧，我未必會玩呢一隻，係啦，因為我覺得都有啲近啊。即係如果對比我比較係情願唔好咁貪心，21,500都夠我玩，我覺得係啦，都有100點。咁啊，68412，咁就做緊5線6呢一隻就38倍槓桿嘅，同埋係發巴，冇錯。有冇12112,250嘅熊仔？即刻俾你，即刻俾你。有的紅的嘛，發巴還是發興好啊？發巴500，看看先，對，發巴68112,250收回，6倍槓桿，咁街貨就3% 到。另外呢，如果6倍槓桿啊嘛，6.56倍咯，係啊。是不是？如果想沒有街貨的話都有一隻68619，那只有0.43% 街貨，因為6倍槓桿，哇，忽然間變敏感，是不是我噴得太厲害？不關事，忽然間
可以我噴得太勁。唔係狗，咁我哋講翻，所以扮唔到。你好，唉，你透下啦。九六九八啦，九六九八。係啊，你講咯。係想睇咩啊？配股啊。佢近排啲地產股都有好多私人配售，咪超級多啦！依排佢私人配售喎，但係唔係係咁啊？講點解出貨啊嘛？私人配售嘅意思係咩啊？就攞揾 iBank discount， 揾人要咗佢咯，呢個好正常啊！全部都係減持嘅，其實你見到阿居樂、阿居樂啦，成堆其實都係彈到上高位。喂，講真。你上到去唔食翻啲，點對得住自己啊？有冇可能高？有冇可能高？未知數啊！At this moment， 即係炒股都係啦。你唔食嘅話，喂跌咗落嚟點咧？升嘅話咪繼續沽咯，越升越沽添可以。咁啊，所以冇噶，你去預咗 discount 俾到人，可能有個股仔 sell 到，咁佢咪出貨咯，就係咁嘅咋，即係唔好當係。是啲咩嘢？即系你套翻啲钱都大把嘢做啊，明唔明？唔使做楼添咯。系啊，系啊，系啊。喺边度黐到啲廉价香水啊？讲笑，讲真嘢，因为真嘅。系咪你嗰啲廉价香水嚟？都睇下点 define 咯。你咧有一只香水嘅味咧，系想死啊嘛？唔系，系同娇兰有一只 cologne 咧，系好似，所以我咪。一樣啦，所以我嗰陣時咪問你係咪用嬌蘭嗰只咯，嗰陣味咧，好似就係呢一種呢一隻，呢啲係咩牌子嚟噶？你問下，係啊呢只咯，係咩？話俾你聽，即係我估中咗啊！唔係啊，唔係嬌蘭咯，唔係嬌蘭，緊係喺垃圾度拎翻嚟。恒牛六八七五四，睇一睇先。請問呢期有邊只可以配股籌？恒牛。知唔知著邊 ？Casual wear 會易啲溝女。嗱，簡單。牌子喎，佢講。係啊 ，Gary 中曬，攞啲1000蚊咧，黐喺呢件 T 恤度。唔得㗎，唔得。係咪啊？因為如果咁樣黐咧。就好快冇曬，吸引唔到我呢啲女咯。唔係吸引你啊，大佬，唔係想吸引你。吸引唔到我呢啲唔係貪慕虛榮嘅女人咯。唔係，我就係想避開，所以個方法 work 嘅。唉，好煩啊！好煩啊！你好，跟住就講邊只啊？其實我想問下 PP 咧，佢話想問下。好辛苦啊！今晚有边一只？可以炒啊，配股公股。公股其实依排冇公股啊，有冇公？到唔到边公股？冇，近排真系升市冇公股啊，近排真系冇跌市嘅公股。点解平攞货啊嘛？系同埋越跌越低，咪借势多。系啊，配股咧就出钱，系代钱，无论配俾人炒或者真系有 investor 要。就升市配股，所以跌到越低咧，貼近低位咧，就好多公股出現嘅；去到高位咧，就好多配股出現嘅。嗯，咁搞清楚先。所以依排係應該冇咩公股嘅，因為個市好，係啦。反而配股又周街都係啦。但係配股近排除咗你啱啱講嗰只咧得之外。即有機會啦。通常因為配股係點咧？一八一零係一個 example， 其實配股咩？佢有配過咩？有。好耐之前嘅啦。之前。去到依位配啊嘛，佢。跟住咧。配完之後，其實俾手貨人哋炒。哦。咁咪越配越升咯。嗯。所以配得咧，攞得貨嗰個唔係蠢嘅，就係、是、覺得即係我承擔咗個風險啫嘛。嗯。繼續懟上去嘅。咁我而家配打，跟住可能升多一倍咁樣，咪食咯，係咯，玩就玩呢啲咯。嗰時啱啱開咗啦，報咗次恆指先，做緊21634點啊，咁升緊200點左右啦。成交啊，一開盤有76億嘅，咁啊今日啱啱提到咧，首日股啦，網易咁就升緊，
係啊，4.7%，跟住比亚迪啦，咁啊帶咗4%上嚟，跟住就係信譽江能啦、安踏啦、啊華潤萬象生活啦，咁樣都有3%-2.3% 不等嘅升幅嘅。咁啊做得比較差，今日係啊華潤置地啊，咁啊跌緊0.5%，阿里巴巴咧都升咗咁多日，終於回翻啲多啦，咁啊睇下依家會唔會彈翻上嚟啦。咁啊另外700都要睇一睇啦，咁啊繼續創月新高啊，咁啊一開盤咧就做379.6啊，咁啊始終啊升得最靚仔咧，真係就係只啊700啦，咁啊390順便睇埋咧都有1.5%左右升幅啦，咁啊冇仔升咗0.2%，跟住就係1299。啊，都有1.4%左右升幅嘅。咁因為阿婉婷就講婉婷呢，係咪叫？我記得佢有同我講過，好似叫阿婷，係係咪啊？即係叫佢阿婷得啦。哦，咁唔使叫佢婉婷，霆鋒個霆喎，但係霆。我有冇記錯？如果記錯嘅話咧，請你下多多阿婷9955，係啦。啊，志雲健康邊位？你是想沽他下去還是怎樣？他不知道，他就這樣打個星星出來，就因為星星今天其實賺2%，但有什麼新聞呢？哦，解禁引發哦，即是坐開貨那些終於可以解禁了，有終於可以輸了，真的輸了，但問題就是沒有成交沒有盤，看都沒有盤了，沒有啊，跟著後面為什麼？知不知道為什麼？托都費事托，解禁點解咧？我心諗，俾你估咯，任你估啊，都冇盤。呢只嘢叫咩名啊？智雲啊！哦，阿欣智雲啲嘢都賴賴地嘢。咁你又唔好咁講，你小心啲。例如咧，消防員會夾你。消防員夾我？點解？你唔知咩？唔知啊！你講，你講俾我聽啊！唔講啊！講咗咪等於我講，你傻。唔係，我真係唔知喎，你可唔可以細細聲講？唔可以啊！你講完之後，你就會大大聲哦咁樣。件衫好閃，點閃？哦，健康。我著錯衫啊！綠色啊嘛。係啊，我完全冇concept。我所以今日望住你啊，點解你綠色嘅咧？咁樣含身都綠啊！係喎，你連個頭都未綠啫。我唔係，我哋戴咗呢頂咪綠咯。戴真係要戴。成個人不見了嘛，不是，真的會的，好煩啊，你戴綠帽神了流流，唉，那不緊要啦，最緊要是什麼？戴綠帽有得戴，除得快，是啊，這樣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狗狗不要看啦，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是啊，懷孕之後其實東西都懟穿了，根本就是那些什麼浮游状态，即系有你，系啊，有你浮沉。你中意沽咪沽咁样，系咁你谂住买博上去啊？咁你即系，咁你不如博周黑啊？咁系啊，系咪先？俾人沽完，可能买翻上去嘅。琴日咧系完全九唔搭八咁样俾人沽，好似唔系俾人斩仓嘛？又斩仓咩？花旗啊！哦，系啊，花旗啊，斩花旗，几多号啊？几多号啊？1458咯。1458昨天見著他一路堆堆堆堆堆堆堆路下去4.2毫幾。昨天我小珍那時候有說啦，是啊，那不就是咯，那他還沒，不是4.3毫幾啊，sorry，他都沒沽完，沒啊，沒啊，好像Morgan Stanley啊，sorry，是Morgan Stanley，Morgan啊，但是問題是他，今天做沽，啊，做沽緊喎，昨天沽12球，那即是不是斬倉啦，是不是啊？不是，是斬啊，斬倉啊，是啊。昨天是跌得超急的，是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跌呢？昨天說過，因為平時成交不多，即是慣性盤放在那裡不多，一夜就堆了下來，即是成不到個，又沒有人成，即是純粹自然浮動，就是，是那好像剛剛那隻狗狗，根本，喂，你沽什麼，大佬？你沽，沒人給你，即是沒人託，你沽10萬港幣已經可能跌了10%-20%了。嗯，啊，當然冇咁差啦，即係周黑話，但係大致上係咁嘅 concept， 所以可以咁快落到底。但係問題係去到底有承接，條友做出緊貨啊嘛。有承接，但係佢都仲出緊貨，即係拖住嚟出。
唔係唔係，你食到幾多咪估幾多。琴日就係、是、見住佢咧，係 around 4.3度啦。其實做咗個底嘅，我意思係分鐘圖嚟講啊嚇。跟住咧一跌唔穿4.3咧，其實佢哋好快又夾到去4.7。係。係啦，就炒呢啲 range 咯。但係我就慣性嘅斬倉股炒法。係咯，但係問題就係、是，好似琴日所講啦，你要睇佢個，你可以睇得好短，但係問題就係、是。只不過人哋點講咧，沽股票啊，踩逼啊，沽到冇位我停沽，就冇咗沽壓嘅啦，因為最多貨嗰個係你啊嘛。係啊，因為你冇沽咪冇人沽咯。你跟住佢咪彈咯，啲人跟住咪開始引到傻仔入嚟咯。哦，跟住再沽，再沽，跟住咪逼下逼下咁，咪咁樣沽落去咯。係，股票係咁沽嘅。琴日都係，你可以開翻分鐘圖嚟睇添。琴日個分鐘圖睇唔睇到咁遠嘅咧？咪咁。這個是買回上去的落來那一下是啦是啦是啦落來那一下就是看到一路浪住一路浪住跟住就打到去4.3之後就買回上去4.7是啊是啊就沒錢買啊放心啊這些沒人買添喎，反而係大佬日日都有煙爆倉股買得邊隻啊6.6%7.8%同埋唔係踩得深啊你得個20%俾搏到啦，幾隻攞條命去搏，你搏唔搏啊？唔搏。咁你同嗰啲跌99%，咁一升翻1%，升一倍，即係潛在嘅利潤係另外一樣嘢咯。係。所以唔會，我覺得唔使睇。琴日都講，都未沽完，388啦，升2%。今朝見到有一單新聞咧，係都幾轟動、轟動。唔係，我覺得幾值得留意嘅。我覺得好搞笑啊！呢個新聞。咩新聞啊？嚇！你唔係講緊同一個？唔係啊，就係24萬買 MC 演唱會飛，實低輸咗啊！即係保證金啊嘛 ，Colin 有冇睇啊？低能啊！24萬買 MC 上網買 MC 演唱會，跟住咧，跟住咧條友劉飛就俾保證金。保證金就係24萬，條曬俾咗。點解咁戇居嘅？假嘅嘛？報曬警喎、啊！因為以前都好多明星，我唔知 MC 個宣傳手法係點。我講以前年代嗰啲明星啦，都係會出呢啲咁嘅招數噶嘛。你唔會報假案啊？報假案？你真係有個數噶嘛？即係 chase 得翻噶嘛？揾到 band account 咁低能嘅咩啊？哇！24萬睇一個演唱，唔係應該。喂，一開頭咁我睇勁歌金曲好過啦，不如唔係24萬買下黃牛都得啦，係嘛？係咯，咪依個咪就有問題咯。佢其實就係買黃牛咯。實要24萬咁貴咩？唔係，咪依個係咩咧？依個係 base 啊。其實你要知道好多網上騙案，可能有1000單裏邊成到1單，嗰單就變咗傳奇啦。係啦，就休息得㗎。係啦，就24萬啦。係啊，24萬夠我食一年啊！知唔知？好痛啊！你咁樣講一下，知唔知啊？笑嗰下，你真係低估自己啊！你個人真係好賤。唔係，但係我就講嗰單消息唔係呢一單嘢，我啲有質素啲嘢。sorry 啊，對唔住，拉低咗大家評分嘅質素。我本身都想提升翻我哋嘅節目質素，點知有我喺度？唉，股票騙案特別多。喂，你哋咧請多多俾 like 下，唔好掛住傾偈就唔俾 like。我就想講俄羅斯那邊咧，就宣布咗話由1月13日開始咧，就可以恢復購買翻啲外匯啊。嗯。咁然之後咧，亦都佢哋當地亦都開始買啲人民幣，落嚟做一啲財富資金儲備。係。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啲消息傳出嚟就話俄羅斯那邊嘅央行咧，會喺莫斯科交易所裏邊咧可以買到人仔。咁、然之後人仔咧就急升啦，升啦。然之後跟住加配呢個中國 CPI 增長1.8%負預期啊，咁、樣。咁其實個市咧就應該有啲利好消息可以俾人哋再炒一炒出貨咯，即係再有多一陣咯，我覺得。係。係啊，即炒牛熊，吹雞俾 like 啊，係啊，吹完雞之後快啲俾 like， 快啲俾 like。內地專家稱百姓用三分一存款買樓，中國經濟就恢復咯。
哦，係啊，即係而家係叫人哋買樓嘛，唔係、啊、意思係強制你哋買樓。強制你哋買樓。係啊，琴日睇到呢單嘢，我都覺得哇哇夠事啊！係啊，唔係，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冇錢咁點啊？咁你冇存款，你都要用你嘅存款3/1買樓咯。嚇！但係我嘅存款係長期得1000蚊嘅喎，咁你攞333，跟住我就供兩世三世咁樣。唔係啊。不會供得曬啊！我昨天就在想，如果我本身不是在留言版給 like 啊，在大家真的很厲害，我們的 video 都給 like 啊，給了啦，給多一點啦，是啊，今天的市都好玩，好玩的。哇，澤古你用不用這麼多個 account 啊？是啊，神經病的1234個 account 啊，你又厲害。系咯，所以就俄罗斯嗰方面就有啲消息，就话可以俾人哋搞呢度啦。咁啊，860啊，又系收购咗威马。我哋其实嗰日咪同你讲过个原因咯。讲咩原因？我咪同你讲，你系同陈静心倾咧。陈静心啊，陈静心啊，你听翻陈静心嗰集啊。系。讲下啫。首先860。谢学啊。860是沒有車出的，他那輛車啊2000多萬、啊、講聲稱2000多萬、嗯、跟著全球限量10部，他都是說賣完的、嗯、但是那個問題是就算你賣完也好，那輛車是落不到地的、嗯、因為他沒有牌的、嗯嗯、首先你都不可以用這個基本面去炒啦、嗯、二來就是成哥的股一向都難玩的啦、嗯、是啦，幾時可以睇翻 Cicus 揾嘢炒嘅日子啊？誒，其實早嗰幾日咧，都同啲人傾下啦，就話好似近排可以睇翻啲通告揾嘢炒，不嬲都係噶啦。唔係，前排係正道派喺度噶嘛。唔係，咁市旺梗係多動作啦。咦，出嚟咯喎！早晨啊，未夠班。早晨啊！但是他買威馬汽車這件事呢其實都說了很久了、嗯、是的。那你覺得、他現在說158億全球這個威馬汽車啦、嗯、那但是個問題是他是給錢啊還是給股呢？當然是給股啦，是的，誰有錢啊。那所以呢你說就算要炒，如果現在兩個多、嗯，咁點解唔懟你深啲先至再炒咧？懟你平啲先再炒咧？首先第一樣嘢，唔係咁佢作價200多億去買嘛，咁換、啊、股票已經係佢嘅10倍，即係其實一個反向收購嚟噶。等我睇下先，佢呢個係每股作價係5.5咯，係啊，反向收購，逆即係嗰啲逆向逆上市，即係反向收購就係、是。你不是直接買，而是公司出一堆股票去給你，你就變成大股東咁樣咯。即係好似謝霆鋒嗰陣時啊，定係肥媽會一個幾好嘅例子咧？肥媽唔係一個好例子。咁謝霆鋒算唔算啊？都唔算。謝霆鋒都唔算。唔算。係啊啊！李澤楷。李澤楷。係啦。點樣？傅偉。唔係，佢個。咩咩數碼咧，盈科數碼，哦，即係好多年前，食八號仔，係咯。跟住咧，蛇吞象嗰陣時，唔係，但係當然啦，佢係入咗去先，其實有特定 target 啊嘛，入咗嚟再做呢個動作，即係入咗呢個威馬，威馬入咗去先，威馬入咗去，跟住佢就再去翻威馬度，係啦。呢間嘢唔係真係賣車，呢間嘢唔係真係賣車。其實他真的不是買車，他是買科技，我想說。可以這樣說。是咯。是咯。是啊。但是他的科技沒人要，這樣解。因為你是，你好像很，很concept類啊。他那時候，我如果我沒有記錯啦，你知道我的記憶力都有點幾好的嘛。咁嗰陣時就係講緊話，佢哋其實係要出一架電動車嘅超級跑車。100多萬啊嘛。點知百幾萬？2000多萬？2000多萬，係啊！佢唔係出平價車咩？哦，係啊，係100多萬嗰部咧，都係嘅。但係佢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大陸嗰度佢哋出唔到牌。哦，即係架車一路都攞唔到牌，係啦，一路都攞唔到。好正常啊，大佬。哇！你咁樣電動超跑，我
即係佢就話啦，因為我唔係好熟啲物理啦，但係佢話點樣將一啲好勁嘅 energy 咧，因為其實你超跑係要好大嘅電量噶嘛，點樣塞落去一嚿咁細嘅儲電儲電嘢度咧？係得嘅。佢哋話佢哋研究緊咯。哦，即係只不過係點樣令到嚿電可以又行得耐又勁，係啦，輸出率係你講多次，輸出嘅功率勁，因為。好似 Tesla 咁輸出功率勁嘅話咧，你會可以加速快，同埋係咯，加速快咯，最主要。你講起860，其實我不嬲都有啲相喺度噶嘛。嗯。咁佢就係話佢嗰個車底係咁樣嘅。嗯。然之後就將嚿電擺中間。係。咁跟住咧。唔係，我話俾你聽，都係電動車，我都。哦，係，你都熟啊，係咪？係啊，呢個基本嘢嚟嘅，其實你咪自重，因為重量。即差不多部部車都是這樣的，是的，所以我就覺得你說這家東西買車就我覺得絕對都不是，你想想那個車架的技術是不是真的那麼難，這裡咯，sorry，這塊我的電，他就說怎樣可以放在一個這麼小的電上，這不是，那塊電，那塊電是這裡，放在這裡，那這個是輸電器，是的，是的，是的，跟著就變成動力去令到部車走，是的，是啊，所以嚿電其實點都係大嘅啦，電點都係大，係咯，點都係至中嘅啦，步步都係啲 Tesla 拆開，其實都係一樣。但係就話仲研究緊咯，就咁就係啊，都普及嘅啦，而家電動車，我想講就係、是、一來咧，但係電動跑車就要係咪始終都會有一個危險度喺度咧？電動車本身都有危險度，係啦，所以咁樣係啦。呢架嘢就賣科幾多嘅？可以咁講，我真係覺得係。降低十歲可以賺哦，一二一一升好多，不嬲都話唔可以沽佢噶。喂，一二一一，咪升上嚟沽，可以沽，唔係唔可以沽。啊、但係你叫佢追翻上嚟，唔好搞住啦。係啊，我唔沽啊，啊即係就算股神呢單嘢都好啦，我都唔沽佢啦。點解？情願揀第二隻。唔係咁，好多其他嘢可以做嘅，係啊，又係玩其他咯，就唔好再睇只比亞迪住咯、嗯。因為你唔覺得嘅咩？近呢幾排咧，就算 even 出咗嗰個股神嘅消息出嚟都好啦，唔係懟得好深咯。嗯，冇錯啦。今日個市好玩，紅咗388同1211之前啊，係咪啊？無論現在其實都是 around 200幾100-200點、嗯、沒錯388和999、啊、你說起9999、EJ 我們算不算回答了你的問題、啊、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再告訴我們聽、啊、但是860就真的艱難炒的還有哇但是如果你這樣說我記得 EJ 是這樣經常問呢好像你都很早坐貨860是啊860860是不是想当年啊即是坐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 EJ 你可以告诉我们啊是啊个股仔是怎样是啊、我们有个数虎热线的其实就是388 288 788 是不是、哎、那我说回呢现在那个哦比亚迪啊大举进军印度市场啊嗯计划是啊真係咯，我之前諗嗰樣嘢咯，睇到呢個泰國嗰方面，真係諗緊佢會唔會發展其他東南亞嗰邊嗰啲嘢，就唔好淨係睇香大陸，係啦，大陸嗰方面，即係香港更加。但係你要諗點解要咁做啊？就因為俾Tesla 減價懟死咗大陸 market 啊嘛。係啊。咁而家佢又係嗰句啦。Tesla 買咁平，同你一樣價，你買 Tesla 定買比亞迪？講完咯，咁佢可以點啊？你未搞印度，我搞印度先，即係繼續將個 market 再向下推。嗯。咁美國就可以慢慢推到嚟中國，咁再落去咁點啊？你去到印度推。但係咁樣對 Tesla 嚟講係唔著數嘅。咁問題就係你平，即係中間嘅優勢，中間嘅優勢，佢 Tesla 覺得已經唔多啦。原來，咁我就既然唔多，我一嘢就懟到同你一樣，我寧願而家懟死你。嗯，咁我攞翻個 sales。但係佢冇可能懟得死比亞迪㗎。
咁比亚迪冇可能对得死 Tesla。系咯，大家都冇可能。Tesla 问题就系卖喺中国卖嗰个减价啫，喺欧美卖个冇减啊嘛。同埋喺我谂喺好多地方都冇乜点减。系啊，咪喺大陆怼死你，因为你住喺大陆啊嘛。嗯嗯。呢个完全系针对呢、這个。國內的比亞迪、啊、因為出車全球電動車其實比亞迪最多、嗯、而很大部分的 sales 在中國、就是嗯、那我就過來搞死你先，我令到你的毛利再低一點、嗯、你再減價，那你只有10%毛利，再減 10% 那就蝕了，23萬我變賣20萬、啊、那就沒有了，加上沒有補貼呢，是那他不可以不去印度、啊，印度而家有冇啲電動車補貼優惠啊？唔知道，因為泰國我知道。我問下印度個 fan 先，不過佢唔係住喺印度。咁佢住邊啊？頂你個肺！重慶森林。哎呀，你好煩啊！我都知道你咁樣，你問我啊，大佬。我以為你真係有印度 friend 啊！我真係有印度 friend 啊！但係你問我印度啲政策，我識 Q 咩？大佬。我而家即刻 search。即係我都想知道，我都想問，咦？問下問下馬克倫唔同，佢有冇印度人？又係我，係咪啊？我可以問邊個？我有個印度 friend， 但係佢住喺香港喎。印度電動車補貼，識講廣東話，冇嘈，冇嘈，係有啦，揾到，好，真係有啊，梗係有啦，全宇宙都有啦。印度 fans 梗係住香港，印度政府表示，我 kick 翻開個新聞話俾大家聽先啦嚇。是有的，但我讲了重点，其实就是 被 Tesla 逼到要去印度搞，但问题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 Tesla 都可以去印度Tesla 都可以去印度，但是个问题是他现在未去嘛。喂，那你去我要搞死你的话，我会不会去跟着去咯？不过其实 Elon Musk 都癫的，他未去咯。喂，我赚了一 part 在歐美嘛，我輸嗰 part 同你一齊攬住輸，咁有咩所謂啊？印度科技勁過你，使鬼揸中國嘅電動車？係啊，電動車你諗住好 high tech 啊？喂，你可唔可以近排咧？你嗰啲嘢講快啲啊！好 high tech， 好 high tech， 好 high tech！ 哇，你真係咩人諗咩嘢啊？你知唔知頭先你都發錯音？真㗎？邊個？你啊？係咩？我不是特登的嘛，你那些是特登的。我没有特登的，不是我说你，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印度电动车嘛，其实他们那边也有说过说要2025年之前呢要等 150cc 以下的车要全面电动化啦、嗯、那2023年呢就要电单车呢的总销量呢比重提升到 80% 啦，所以为了要鼓励他们当地的居民买电动车，印度嗰方面咧就會釋出1000億盧比，即係 which is 咧，因為我睇台灣網，咁佢個新台幣即係387.56億，即係港紙百零億到，百零億係啦，冇啊，冇百零，三百幾啊，三百三百八十七，哦，一百億咯，一百億到，哇，好多錢喎、啊，對印度嚟講算唔算多？我認真問，算啊，認真問、啊，算啊，算啊，係咪啊？咁跟住就係話佢會有呢個補貼咯。你真係唔好講啊！香港個明日大嶼都10000億啦。咁但係香港又唔同。喂，印度你知唔知幾多人口？知啊。知唔知幾大？同中國。知唔知而家去萬車邊個 GDP 係啊？呢個排名幾多？呢個真係唔知。所以第二，所以就要睇我嗰節節目啦。你今日講印度排第五啊？之前講過啊，排第五嗰個 GDP 啊，啱啱超越咗英國。哇，好犀利啊！系啊，好犀利啊！真系。系啊，第一系边个？美国、中国。美国，你咁爱国嘅？中国。美国。美国。系啊，第二咧？中国。中国，第三。加拿大。日本。加拿大咁懒。日本。日本。第四。德国。哦，系啊，第五咧？唔，我讲咗啦，印度。我记得，我谂住你咁样谂啊，死我！好嘢，好叻啊你！我仲谂住排落去第六咧。好在，我真系唔知喎。英国啊嘛，做啊好醒啊！其实第六声音你，激死我啦！好正啊呢个。哇、哦！真系中啊！明明都喺度讲电动车，又走嚟音乐，系咯，咁都有啊？咪贱噶，
係，所以其實講咗重點啦，其實就係要逃避呢個 Tesla， 係再去一啲平價啲嘅市場去搶個 market。好辛苦，好盛啊！呢啲做出嚟嘅，做出嚟啦！我哋节目效果嚟嘅，夹嘅，系啊，夹嘅啫。你个人真系系咁啊！所以比亚迪咧，真系被逼要去一啲，系咁佢 profit margin 更加少啦。系真系系咁，你过去其实未有呃补贴，但系人哋补贴有几多钱啫？人哋嘅补贴得100亿美金。不是100亿港纸，380几亿的台币，1000亿卢比。喂，但你对翻之前讲过啦，比亚迪而家如果冇咗补贴嘅因素个 P 啊，系嗱预期市盈率42倍啦，系有补贴啊，冇嘅话要升到1倍，即系80几90倍嘅市盈率预期。它最高是好像打到上去300几而已嘛，我说的你简单地说，它一买一部车赚三鸡，有一鸡补贴，即是有三分一多一点，其实就是补贴钱来的。如果没有补贴呢，就要自己找回那些赚了钱就找不回嘛。它因为纯粹卖车，没有其他 service 卖嘛，那你就由赚三鸡变成赚雞七雞八咯，咁你少咗好多噶。但系呢個問題唔係純粹比亞迪，其實所有之前一個 example 啦，2333年中停一 part 補貼，即刻個 sales drop 咗。點解咧？佢要轉車，即係我為咗攞補貼，我買唔到咁多，我有咁多存貨，我買即係轉咗名先，我攞咗個補貼啊。轉點樣轉名法？即係假 sales 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真係有轉咗嘅，咁佢咪可以轉咗就攞咗補貼先咯。但係嗰批車咪可能喺即係左手右手咁樣賣出去咁樣。左手右手啊，係咯。咁其實就係攞咗補貼先啫嘛。好。係啊，咁大致上係咁樣咯。依啲咁啊，你講緊比亞迪個重點講咗啦，就係咁。係啦，咁可以理解一下啊，依咁嘅玩法啦。咁時間差唔多啦。喂，你求購買喎、啊？係邊度？求購買就1742喎。1.3毫有貨喎、啊。哇 ！HPC， 因為咁熟嘅我，但係好似冇玩過。新股炒過啦，我哋係咩？係啊，係啊。我有炒過咩？梗係有啦。幾時嘅事嚟㗎？新股1742買殼，唔係 sorry 買殼嗰陣時炒過。哦，係啊，依段又係低位，我冇炒喎，6000几開始彈上嚟嗰橛咯，我冇炒呢只，唔怪之我冇留意呢只，你講啊，我有炒過咯，1.3咯，係1.3咁點啊？1.3點啊？又點做咩？懟落嚟嘅原因係你嘅持有貨，冇原因喎，有咩貨？嚇喂，算啦，佢17万懟落嚟嘅啫喎，冇成交只嘢，其實擺喺度嘅啫。你講真，呢啲咪等買殼咯。但我覺得佢分分鐘炒都未必炒喎，9600啦，咩75% 由頭揸到尾，其實等買殼嘅啫。呢啲有排等咯，咁咪有排等啊，係啊。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佢有盈利咧，有排等，因為仲有錢入。冇咧，佢就睇燒到幾時乾咗之後，都係要賣嘅。係。咁你就對比殼價啦，咁而家得1亿，反而依啲位咧，老實講，如果你坐得咧，就唔怕收嘅。即係如果有資金咯，咪要留下，你搏去買嘅，即係你可能贏咗 A， 即係成日講啦，贏咗 A、有啲錢擺落去就係買依啲咯。咁咪疑似係你哋以前嗰啲玩法咯。其實一樣咪坐咯。等咯，係咯，但係要有本先至可以等到。你係贏咗嗰個錢攞嚟擺落去當儲錢，係啦，急用嗰啲。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報多次恆指先啦，最緊要買1674点啊，升咗238点，成交有341亿嘅。咁啊，時間就差唔多，下一節有我同埋 Tony。係啊，因為我成日同佢講咧，我成日都記錯咗佢叫聰明錢。哇！你好 mean 啊，即係喂咁樣唔得㗎做人。因為佢嗰個花名同聰明錢真係好似，我成日都同佢講。
佢而家冇用我知啊，所以我唔可以讲咯。有几似啊？好似都系咁巧溜，咁特别巧溜系一个咁就叫似啊？听唔到应该。我哋转头再见啦，大家唔好走开啊！好啦，拜拜。